大家好，我是 Laura。 然后我今天要请大家帮忙做的事情是去编专案资料馆计划。从先说这东西是什么东西。这东西就是我把从上一次到就是第一次就一路所有在居民黑客大松提案的内容都放在同一个资料夹里面，然后就是里面会有大家之前提案的文件啊，然后还有一些联络方式。那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初有填他的坑主是谁，但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在 Slack 上面找到他们。所以我希望就是我想要请大家帮忙的是，如果你曾经有提案过，也许可以回去这边填一些你的联络资料。那另外就是或者是更新一下你专案的进度这样子。然后在遥远的以前，像这边曾经，我想应该是有人手动去把所有大家在提案当中的影片去上传。那我们也想要请，想要找人，如果有意愿可以帮忙，就是捞 YouTube 的 API， 然后让以后每一个人在，因为这是14次大松前才有的服务，那之后就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希望说。也许之后有人愿意能够帮忙的话，可以把让大家都能够投用影片看到这些提案。对，那因为今天事实上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资料，然后也不知道大家最近这些专案的状况是怎么样。那我们会想要把这一个资料库填满，那之后再交给 Ronnie 去把它做成网站，让大家都可以很轻易的去找到曾经出现的专案。那也欢迎大家跟我讨论看看，说你觉得这些资料要怎么补？因为总共到这里有400多笔的专案，那蛮多资料需要补的，对，所以欢迎跟我讨论。好，大概这样，533笔。